什么是股权结构表，怎么看懂股权结构表，怎么制作股权结构表，这样老板你知道 3% 以上的股权就可能把你换掉。股权呢就是股东的权利，那股东在公司里面要有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比如说特别股，他可能呢他可以规范就是一股多权复数的权利，甚至于黄金特别股，针对某些特别的特定的议案，他有绝对的否定权。如果他们超过3%以上的股权，要求召开股东临时会，比如说解任案、解任董事长、解任董事、解任监察人，像这样子的案子，那所以呢，各位了解了这股东股权占比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股权结构表是非常重要的。那元佑资讯我们推出了一个 StockTime 的云端股务系统，我们的注册客户很简单方便就可以产生出股权结构表的那个操作程序。